我盖这个啦吼，哎，我听阿姐这个讲好之后也是要慢慢的学习嘛哈。因为小姐姐舞台都是哎安排出歌名啦，啊，若要讲好话，就爱换主持人啦吼。哎，啊，无啦，一人我当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啦，你学伤济，主持就你做就好啊。本来就是爱安尼嘛吼，来安排在咱进行的这个叠字所在，给咱做演出吼。啊，同时给你叠字所在啊，强调咱的阿冠真吼啊，咱的顺南宫，顺南宫，咱的玉皇上帝，咱的咱三观大地天上星庙，咱的小富沉水，低富沉水，刘忠时尊，性感成趣啊，然后的气，啊，也咱叠字所在，再除了阿冠，给咱姐姐啊，所以咱家本身做工七十多，就咱这种啊重点做在公园进行的这个，咱做老人工。来这个冰场上，主要拉子就在拉温然后，那么刚才安排的那四个要过几个直播，啊，第一次出来可能做天珠，人家老的新民生老礼拜抓新姑变什么囝，他们就是阿公做生意，今天做多久吼，有需要配团可能做服务，啊，大家唔免客气，或者那个金卡那个破那个后代面吼，所以咱老师说出一个妹子吼，然后搞保一张，携带又很方便，应付几无安的然后，哎，今天给他安排是咱歌手，啊，搁咱的钢管。辣妹秀，那别介绍在格兰这边村吼，拜拜，苏香鸡，安排我这依依小姐休息啊，加猫自由，哎，不搞给我那出道礼拜，出道多久了？哦，今年才出道的哦，啊，本身就很喜欢唱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期待大家亲我，我带你们赶快，我是叫我姐姐上楼来呀，我是抱着环境所变的啦，你那到我们家两位的姐妹档。他这东西，这是我的作品，啊，这在台湾袂歹，伊就甲伊妹妹杀落海啊，安尼，所以我是其中一个啦。啊，他叫阮的姐妹党好几对，啊，全部的小青、小鱼啊，他们是姐妹党啊。小鱼现在姐妹，哎，看到啊，因为朱晴没有了啊，没有，他们也是姐妹党。他这东西我爱动，我就做。他在阿伯经纪人其实哦，姐妹党哦，非常大。他在想办法偷给家己叫钱。他那个感觉要是一块钱就叫你啦，所以他对他就觉得你是同学，啊你姐姐也是妹妹啦，啊跟你姐姐啦，啊爸妈妈都生较少啦，但是你姐姐也是够弟弟也是哥哥，啊哥哥，我你小细汉吼，哎，咱讲买囝得人疼吼，你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哦。啊真的吗？为什么要当爸做妈咪啊？为什么？啊对啦，是大一，哎有康复。没关系，你看你这么笑脸哦，就是年轻就是本钱，还看得出来，那眼睛怕别，假如就来央视，然后安那个对哇哈，加油，来，谢谢安排哈，谢谢。来，安排的收台也打开了。Thank you.
白，最喜欢白。